每年夏天，我认为最爽的一件事就是吃冰，因为冰箱里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冰格就要选择这种又小又带盖的，随手丢在冰箱里，不占地方，也不会串味，底部是软硅胶的，一按就出来了。夏天喝啤酒、喝饮料的时候放上即可，冰爽又好喝。